些冒险犯的，有些错误它只会越陷越深。真的爱我吗？还是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？真的爱我吗？还是害怕孤单重新来过？气势大有不同，就多白、啊。为什么气势那么大呢？今天来到这边特别来宾讲，我们要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来。对，他是影坛的超级巨星，也是我们歌坛的一个大哥大。歌坛他也有唱歌吗？开玩笑。不过在演艺圈，大家都非常的尊重他。对。我们先欢迎他。先欢迎陈松勇。我喜欢。你打到我了，不能够捧家家呢，打我不能够给你打，拍死拍死，吓我一跳，我真的好高兴啊！你看影帝到我们节目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衣服要检点嘛，不是，我是配合他，哎，不是，因为以他的年纪，因为我觉得，而且他今天年纪啊，我给你一岁你八岁，比较成熟啊，比较成熟，而且啊，他今天你看西装笔挺的。所以要稍微正式一点，是啊，你看像礼服的东西。对啊，大哥，不然是头发剪得非常的标准，而且身体啊是最、所以你头发就配合他。不是学习大哥啊，你看嘛，这样吹出个老拳，你看看嘛。你留胡子蛮好看的，对啊。那以前四年前为什么把它刮掉呢？有什么原因？拍戏的原因。拍戏。那现在留胡子也没什么特别原因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从来没有特别。哇，好看，有男人的那种个性。啊，你拄仔来讲我什么歌坛？你又无咧唱歌，对，我也唔捌咧唱歌，我惊应该真，即个上即个连环炮吼，普通这段是拢我有咧看，这段是爱歌星才用得来，啊，我唔是，但是我吼是连环炮的忠实观众，我逐工拢为六点甲恁看到六点半。忠实观众啦，因为中途遐久，我是连环炮的中将官啊。不啦，忠实观众，讲国语会比较慢的。所以不是啊。如果陈大哥他对闽南语是真的很有研究，那开玩笑。现在彭佳佳为什么介绍他是歌坛的那个？他最近的家里哦，那个楼上啊，楼中楼盖了一个 KTV， 天天在练习啊。真的？练歌有什么？没有，一个卡拉 OK 啊，一点机器。给朋友娱乐啦，不是有什么用意要灌唱片，积一点机器，积一点阴德。听说你在连环不是连环报，在联合报还发表了一篇什么对闽南语的造诣。哦，这里的不了解，大哥现在是个作家，每周二的联合报有一个专栏。哦，礼拜二、礼拜五有一个胆雄用干胶了。哎呦，这个是脏话，不要讲脏话。这不是脏话，这是台中。下面的脏话，这不直接讲出来。这话不是不礼貌吗？不是，这个很多人误会了。所以要解释一下。干胶不是拍条，干胶是大声责备人的意思。那这两个字是哪两个字？所以讲，这就是。因为这个台湾的俗语啦、谚语、台湾俗语、谚语，很多报纸或是杂志也有写，电视节目也有很多人讲了。但是我认为，我看有的地方都有错误了。因为有的包括字哈，它是用谐音啦、译音来这样子。其实，闽南话是叫河洛话。河洛话。河洛话哈，这是。古汉音呐、有音就有字、所以我才想说，因为我知道的一些，一定要把它写出来。就叫纠正一下这两个字，不是坏话就对了。不是。好。也不是纠正的，就是把自己所学知道的贡献给大家，大家互相做研究参考啊。应该，尤其哦，我来去写这个最近这个差不多刚二三个月时阵，一个陈修老先生哦，有写用我知影，敢那用一二十年的时间写一本台湾
画大词典，内底也有真侪我参考的资料、嗯，所以我才留下这些。你现在有很多政要、知识分子都在学习闽南语，对，哎，这个大哥等于是替社会来做点事情，哎、嗯、哎，今天来吃，不是讲要来讲台语，是要来干交，是要来来台唱歌啊，唱歌较慢啦，恁就给他倒沙岗。没啦，他唱歌一定比别人好听。我们就是不要倒沙岗，让他一个人以你现在这种很独特的声音来唱出你有魅力。开玩笑，你知道他丹田有多大吗？啊，丹田啊，丹田看不到啊，就不多，就完了。来来来，按按金龙宝给你。哎，你干嘛来？对着他。哎呦，你不要打伤了他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恐怖哦！哎，如果这部分剩百多的，还剩不怎么样？没啦，我这个人家要剩剩到家分。我还没感觉啦。不过这练身体真的是件好事情。好，用这个好身体来听听看歌声到底是怎么样。练完身体该练歌了。我看到那个台语的老歌才会晓几条。好好好好，帮我们选一首。哪一首来唱？钢刀雅舞啦。钢刀雅舞，好。哎，白姐哦，这帮忙姐。心里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，路顶星星照着水滴，阮的鼻，青春男女不知自己。有一部片，唱得太好了，但是你歌词唱错了。门机啊，当都要修波米，就接波米。对了对了，这个我解释一下哈，因为大家一直哈，拢读为修波啦，啊修波哈，伊个修你挂个天意啥个？哦，寂寞，没有那个宝盖头，寂寞了，寂寞叫没有宝盖头正变鼠鼠的鼠啊，无啦，因为台语吼，汉音是读寂寞啦，寂寞寂寞，啊那啊，古早歌大家拢讲唱寂寞，啊就唱了有来有，哦，寂静的夜晚，没安怎讲，寂静的夜暗暗暝，但是台湾汉音就无讲夜，拢讲暗暝。好，暗眠，暗眠。就是变作是以前有人念错了，或是唱错，大家就一直这样跟下来了。啊，喜欢摘掉啦，摘掉，摘掉了。寂寞，寂寞，寂寞跟冷漠没差完。老伯，咱唱来唱寂寞。哎，安尼开始，慢慢搁敲一下，搁敲一下。冇啦，冇打。搁敲看，迄度搁有台语通往过学的无？古井明明，古井明明，再来抓，来。写出酒杯放乎袂记你，旧情绵绵绵，你卡想也是你，明知你是中华最是，因何偏偏对你钟情？断的钢筋。哎呀！大哥唱歌的时候跟演戏的时候不一样，演戏是演戏精湛，然后大哥大的样子啊，你就混亮啊。唱歌我刚才看要给他麦鼓起来，那个前奏已经到了，好紧张哦。因为吼，啊，背下啦，啊，尤其吼，我真含慢。啊！伊咧连环炮这节目吼，我爱较注意，对
观众一个尊重啦。哎呀呀，今天唱太歹听，袂啦，你的独特的声音唱起来，大家会觉得蛮有趣的。以后为了越来越好听，大哥现在楼上既然有 KTV， 大刚练的，我们也可以时常去练歌啊。不不啦，你别练啦，你来给他教啦，来给他教啦。好，拜托你做老师。安尼按道理，既然讲电台看我的节目六点，敢看到六点半，过来是啥物啊？来搞自搞。我知。嘿，是啥？笑蛋包青天。狂妄少年，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少年，贪图玩乐，荒废学业，走上歧途。嗨，养子不教，究竟是谁之过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新同学，许文倩啊，不错，会红啊。哎，说说看，我们今晚上到哪里去玩啊？哎，听说隔壁村今天晚上有一个秘密的舞会耶。哦，秘密的，那我们就把它给砸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干这种事我最在行了，砸了他头破血流。哇，厉害！然后我们再去打爬进狗，再来喝个两杯。一定给他玩到天亮再回家。那个傻子来了，哦，哎，等等他，等等他，好，我要回家。小郭。干什么？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回家。为什么要回家？哦，我们爸妈规定我每次放学回家一定要准时回家，要不然还打了把钥匙给我。拜托，你一个人回家多无聊。就是妈呀，回家你爸妈又不在。嗯，对啊，跟我们出来玩啦。对啊，干什么？啊，那你们要去哪里玩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隔壁村有个秘密的舞会，我们准备去杀了他。好恐怖，好恐怖，不行了，再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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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胆小鬼，走走，我们自己去玩。你的心中要我猜，你的爱不说出来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我就知道他们不在家。我这样叫只是叫好玩的，每天回来啊，墙壁上就写着电视六点半要看连环报道那个星猫，然后小狗要记得喂，渴的时候冰箱有酸梅汤，衣服在床头，然后饿的时候还有冰箱还有馒头，每天背这些我都能够倒背如流，早知道也跟他们一起出去玩。哎，小郭快点啊，我们出去玩了，快点啊！钥匙儿童啊，我一定要出去玩了。小郭，干嘛？吃饱了没？功课做完了没？做完了。也是好像不大对哦。嗯，钥匙怎么放在地下？捡起来。嗯，坐下坐下。妈呢？妈不晓得去哪里了。这是错过了，真是的，这个年纪最需要就是关怀与爱心，怎么可以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呢？真是的，不要紧。爸，你还说了，像我这个年纪就最需要关怀与爱心，但是你们做到了吗？你们有哪一个做到了？每天我回家的时候，这个墙壁上就是电视了、小狗了、饿了、渴了、衣服了，我都能够倒背如流了。你们这样做对吗？这是你妈的错啊！我爸妈在外面做生意，你也知道吗？这错不能立下回来。你看我好好怎么去修理他？你看看。哎呦，哎呦，大家都在啊，好巧啊！哎呦。小挂，娘今天赢了钱，这五两给您吃红。不要，小姑，你怎么这样对娘讲话嘞？是不是？娘赢了应该替娘高兴才对啊！对吧？明天再去买小叮当、机器战警啊！明天我们再赢了钱，我就可以买很多东西。哈！啊，赢一天到晚打牌，打到现在打几天几夜没回来的了啊！孩子，你现在还不知道，这种年纪最需要就是关怀与爱心。你给他了没有？哦，关怀与爱心讲什么话？我最有关怀与爱心了，对不对？每天的他吃的、喝的、生活全都由我来照顾，哎，是不是？这礼拜我还给你多少吃红的啊？50两。对呀，你看看，
是不是我多有关怀与爱心啦、啊？像你每天在外面花天酒地玩女人，哎呦，这边还有一个口红印啊，要谁敢亲你啊？真是佩服他哦！哎呦，亲到这里的只有白冰冰，你亲的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男主啊，女主呢，我在外面做生意一筹是应该的。你看现在生意多不好做，要做一个小生意，要喝几托才能做到呢？你要一天到晚在贴个大字报给小孩子，你到在外面打牌，你不骗他的妈妈？你看你身上穿的是谁穿的？他身上穿的是谁穿的？你带这个谁买的？这个金银财宝是谁买的？都是我赢来的。你打牌赢钱嘛、啊？你没有输过吗？当然了，打牌当然我赢钱。嫁给你那么久，你知不知道我有个外号啊？什么外号啊？九孔不败。嘿，我还菜何必败呢？天哪，讲对了。怎么样啊？今天 老娘你好好教训这个孩子啊！是我一个人的吗？你没有责任吗？哈，你还敢跟我大小声？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越想我越气，我告诉你，你打我，怎么样？你打你！啊！你给我起来，我要跟老娘大小声！你给我起来！每次叫你来玩，你都不来玩。今天怎么啊？开窍啦！主动叫我带你来玩，这是我们的舞会。舞会？妈，外面世界一片美好。哇，有大象哎！有大象！大爷的头啊！来。大象。来。这是什么？叫你吸就吸吧，拿去。这个。不是这样子，来，再吸，再吸，吸大口点，大口点，好，闷住，闷，哇，有馒头，你嗨了吗？我很嗨。对呀，我觉得你，哎呀，兴奋，哇，嘿，抱抱。我不要了，我要抱抱了。你这臭小子，你把双手抱我马柱上干什么？我扁你，我告诉你。你别撞我！别撞！这臭小子，我告诉你有多壮，站好，不要吓一跳。I am strong, I can do it。臭小子，还没说完就扁我！不要打了！品学兼优的，哎呀，妈妈对你那么好，你这样做对得起我们吗？爸爸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想想看，我每天啊一个人在家，你们又都不在，我一个人好寂寞。我需要朋友，我需要爱，可是你们又付出你们的关怀和爱心吗？对不对？你们这样做不对吗？老公啊。小郭，好，爸爸在这里发誓，从今以后在外面不要应酬，早一点回来陪你。
妈妈也再也不打麻将了。我将来一定让你过着幸福、快乐、美满的日子，好不好？爸，爸，谢谢你，我回去吧，我们回去啊。乖啊，啊！死孩子，那一天到晚让我来警察带回来的。小英，小英。你还要带我干嘛？我睡在这边好了。不要生气嘛，快走快走。每次都是我来带我，爹不是每次都这样。我没有搞错啊，连我女儿敢抓也不打听一下我什么样身份地位啊？就是嘛，连我也敢抓。女儿走。小燕，你妈什么时候来接你啊？我妈可能最近比较忙，可能晚点来接我吧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走走走，别啰嗦。